咱们又用这个这些奥特曼跟这些小奥特曼做一个飙车卡丁车比赛，可以啊，竟然被那刚刚那个黄金奥特曼给撞了，让左转啊，怎样？你还跟我飙飙，你们真够苦的是吧？不怕不怕，哎呀，很尴尬，像掉原料里面去。好，右转弯，这个急转弯，这里要小心。啊，这个地方看起来怎么这么恐怖？哇，竟然有人！还大巨人在这里拿个大石块直接砸我们，是吧？我感觉这个赛道怎么这么难跑？现在咱们是第五名，我这样能跑到第一名吗？我看难了，是吧？哇，又有岩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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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操屁股了！多野肉，野肉刘震撼，做懦夫还是英雄？那么只有几分钟，我拿起武器，从战壕中开始冲锋，敌军在前方传动，伙伴们越战越勇，正义的力量被唤醒在古老的钟。子弹不要不通，我自在不接不动。哎呀，好不容易跑到第三名，一下子又跑成第六名了。神力打出一阵小风 1, 2, 3, go。 我不是奥特曼，这个跑道难度真的太大了，对手做个了断。我不是奥特曼，这边了吹气把这一呼唤，我不是奥特曼，快点了，这谁呀，是吧？谁受得了你们这样怼呀？看一看这一个头就好不了了，一直在阴呼阴呼的，是吧？啊，又掉岩浆里面去了。哇，刚刚我已经得了第一名了，但是一个不留神就掉这个岩浆里面去了。好，最后一圈咱们加速，看能不能获得个第一名。要稳住稳住，别浪，是吧？又是岩浆，然后到这一个大巨人这边了。啊，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一个，其实这个赛道真的不好跑，你根本看不清路，是不是？这个路面真的是太模糊了。哇，第一名、第二名在我边上超过去了，咱们现在是第三名，咱们得加把劲了。马上要到这个终点了。这里有岩浆，咱们得跳好，漂亮，完美！哇，照这样发展的话，咱们这一个第一名还是有希望的，是吧？就这样还是有希望的 ，perfect， 漂亮。